因为有很多时候很多东西不是掌握在我们手里面。我觉得一种暖流在上面，一路这样一路入到我的生命。哇，我说这个世界上有我。那就是那一刻我就愿意去信主。信主以后，上帝让我看见什么是真正的幸福。罪恶千奇百怪，什么都有得戒，耶稣开你眼界。滴滴恩语，滋润千万华人孤寂心。恩语之声将感人励志的基督徒见证拍成电视节目，透过大众传播平台，在加拿大、美国、亚洲、欧洲以及澳洲等50多个国家和地区播放，尽力做到广泛覆盖，让全球华人都能够得闻耶稣基督的福音，实践大使命。恩语之声的香港办事处在2001年底成立，香港制作队除了拍摄本地见证节目之外，亦会去世界不同地区拍摄见证和特辑，例如在2018年带来三个地区信徒的见证。至于播放渠道方面，我们有本地多个电视频道、电台、手机、电脑网络以及多个文字媒体等等。不过我们仍然继续发展多元化的平台，让福音更贴地地接触市民。恩语之声已经走进350间民生餐厅，近距离将福音传递，又在多条来往医院的专线小巴的车身刊登圣经金句，鼓励人收看恩语之声节目，生命得到力量。另外，我们又同学校合办定期的福音影院。恩语之声其实拍了很多很多很好看的片啊，其实这些资源可以怎样祝福到这个社区的人，能够多些人来到我们这里去听到底上帝怎样爱世人。每次播完恩语之声见证之后，会有信息分享，播下福音种子。而每星期在电视播放恩语之声见证之后，我们都有电话热线跟进关怀。另外又广泛送赠福音光碟，与教会同信徒伙伴同行传扬福音。